眷村改建等于是长辈们从大陆迁徙来台湾的第二次的再一次的大迁徙。那那个大迁徙是包括对他的环境，对他的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因为你这一搬，你可能跟原来的好邻居我们就不住在一起了，我可能我要迁到中壢去，然后他要搬到哪里去，从此年纪也大了，你也不容易跑，所以你就会变得比较孤单，是一个大转变。所以我用这个事情来象征这种大的翻转，我就把它翻转，我用改变了我们对地心引力的一些惯性。这个时候四维行人刚刚把马路的部分拆掉一部分的房子，当时也很奇怪，说急急忙忙的时候做一条示范道路，然后就把原来的路挖一挖，然后把旁边房子拆一拆，很快就隔没多久就变成这样子，变这样子。其实照片是这样子拍的，那他是怎么躺在地上，然后把脚挂在矮墙上，这是我妈妈。因为其实以前我在拍军村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会跟我一起来拍，然后其实当时我在收集一些门牌，我妈妈就是有时候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妈妈就负责帮我收集门牌。我原来是有一个大的计划，是我想要找眷村人每一个能够找得到的人回到他自己的老家，然后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每一张都是用不同角度来看，到展示的时候都是用，因为我要一致性，现在都是要来象征他人生的大转变。可是因为拍到第二张的时候，我妈是我的试验品嘛，拍到第二张的时候她扭到了，所以她就警告我说，你不要去叫人家那老先生老太太做这个事情了，你把她弄坏了你赔不起。就后来就那个时候我就打住了这个计划，就没有。可是这个做法是很受我当时的指导教授的赞赏，所以做文化的事情，我觉得文化要有蓝海策略，眷村文化的保存不只是保存，还要发展。